别去你们家吃饭了，你们这是家庭聚餐，我一个外人去，不合适。什么外人啊！我跟你说，你现在就是我们所有人的亲人，啊！你看，你救了黎微微，然后你的孪生姐妹在泰国救了我们，要不是她，我们更不可能活着出来，对吧？所以你现在的身份是相当重要，相当无可替代。 是，我现在才发现，那个林美雅简直就是我偶像。我不是发高烧吗？那帮臭匪徒，别说是药了，就连水都不带给我们喝一口的。林美雅就坐在我旁边，就这样，一下一下的给我推手，还说是能退烧。结果你们猜怎么着？我还就真的退烧了。多亏了林美雅，要不然这次回来的她就是个傻黎微微了。呸呸呸，你可不许胡说啊！ 我没胡说，不信你问我哥，哥，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啊，微微说的都对。哦，还有，得亏你当初没娶欧瑞姐，爸妈你们不知道，欧瑞姐竟然跟那个陈哲好上了。你们刚才没看见在机场他俩逆无的样，简直就是太明目张胆了。哦，还有一件事你们不知道，陈哲原先是林美雅的男朋友。 我估摸着就是因为欧瑞姐，陈哲才把林美雅给甩了的，渣男。好了，一切都过去了啊。撒娇了。